水獭妈妈巧巧话，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水獭妈妈巧慧阿姨。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的故事是我不要跟你玩了。大毛熊开心的走进森林，跟大家说 Hello 你好，大家一起来玩吧。大毛熊看到大家在拔河，他也很想玩，没想到这一次对方的队伍加进了大象。大象鼻子长长的一卷，咻一下，大象这一队就赢了，万岁万岁！大毛熊好生气哦。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赶快到水獭妈妈的频道收听吧。本故事由小鲁文化授权使用。